其實很多企業咧，最緊要佢知道自己本身嘅需要啊，即係究竟係依啲重要嘅資料咧，係屬於邊一啲嘅類別，同埋依啲嘅資料咧喺佢公司裏邊咧係擺咗喺邊度，同埋個日常嗰個流轉咧運作係點樣？因為佢知道依啲資料好重要啊。舉個例，如果佢好想保護嗰啲資料唔俾外泄，但係原來佢都唔知道擺喺邊嘅，又或者嗰啲資料好分散嘅。咁佢根本完全係做唔到呢樣嘢，咁所以個企業佢必須要自己係好清楚邊啲資料佢想保護，依啲資料佢日常會係點樣流轉啊？因為舉個例啊，好似我哋面對一啲客人，佢可能好用好清楚話到俾我哋聽啊，呢啲資料我要保護嘅，例如可能設計圖，但係可能做做下佢發覺啊，又唔係喎，可能我呢啲資料我要經常每一個同事大量都要 send 俾啲供應商嘅。舉個例啊，咁就係一個問題啦，因為始終是一個邏輯問題嘛。他首先要自己要理順咗，究竟他係想怎樣做，怎樣可以配合到佢嘅流程。可能在一間公司裏邊，那些資料都是冇乜管理的，四方八面的儲存在任何地方的，你可以想像到啊，唔好講一個很大的企業啦，可能幾十人的公司，如果你見到他可能而家咧。全部是沒有管理的 USB 呢，就自己公司的資料呢可能都有很多個 copy 的，可能同一份 document 在存放在不同的電腦硬盤 USB 的，你可以想像到它的 effort 不是一個工具那麼簡單。首先它可能要怎樣整理好它自己的資料，想一想自己的日常的 workflow 是怎樣走，所以就不僅只是靠單單是靠一個工具，很多時候就是幫它一個review 翻啊，睇翻佢現有嗰個需要，配合翻個流程咁樣。市場上有好多選擇嘅，即係唔係話喺呢一個 area 裏邊咧得我哋一個方案，有好多方案嘅。最緊要嗰個方案咧，其實係滿足到佢哋嘅要求。我哋公司就英文名係 Coworkshop Solutions Limited 啦，雁飛科技有限公司啦。咁我哋公司本身喺2002年成立嘅，我哋嗰個宗旨啦，即係最緊要係。我哋自己嘅公司提供到一個 unique total solutions 俾個客，which is meet到佢哋嘅 requirement 嘅。